出埃及记第32章一节，百姓看见摩西因地无落山，就大家聚集到阿伦遐，对伊讲：起来为阮做神像，通行伫阮的头前。因为带阮出埃及地的迄个摩西，阮毋知伊拄着虾米代志。二节，阿伦对因讲：恁去把恁的某、查某囝、耳仔所挂的金环摕来予我。百姓就拢把因的耳仔所挂的金环摕来予阿伦。四节，阿伦对因的手接来，铸成一只牛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因就讲：以色列啊，这是带恁出埃及地的神。五节，阿伦看去，就伫牛的面前起坛。佮宣布讲，明仔载着五摇华休节，叫去请假，百姓起来献寿节佮平安节，就坐伫食啉起来滚笑。七节，摇华吩咐摩西讲，落去啊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出来，已经败坏啦，因紧紧偏离我所吩咐的道，为家己铸成一只牛啊，对伊跪拜献祭讲。以色列啊，这就是带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我看这个百姓真正是硬着暗棍的百姓，你当说在我，我要对因大生气，将因灭绝，和你的后代成做大国。十一节，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伊的神讲：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对你的百姓大生气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气力和大权力的手对埃及地带出来，为什么让埃及人有话讲？伊带因出去是要降灾的，给因将因抬伫山中，将因对地上毒灭。求你回心转意，无法你的大生气，后悔无降灾的，给你的百姓。十三节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捌指家己咒诅讲，我要予恁的后代，亲像天顶的星遐济，佮我所应许的这个全地，要予恁的后代，因要永远承受作业。对安尼，耶和华后悔，无将所讲的灾厄降予伊的百姓。十五节，摩西活当心落山，手里摕着两块法板，这个板是两面写的。这边、那边拢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伫板里。十七节，约书亚一听起百姓呼喊的声，就对摩西讲：伫营中有阵阵的声。摩西讲：这毋是人抬营的声，也毋是人抬书的声，我所听起的，就是人唱歌的声。十九节，摩西行近营前，就看起牛啊，搁看起人跳舞，就大生气，将两块板搁伫山下削碎，搁将因所住的牛啊用火烧，用作粉也伫水面，予以色列人啉。第一节，摩西对阿伦讲：这个百姓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竟然予因陷伫大罪里。阿伦讲：求我的主，无得大生气。这个百姓决意做歹，是你所知的。第三节，因对我讲：你为阮做神像，通行伫阮的头前。因为带阮出埃及地的迄个摩西，阮毋知伊拄着虾米代志。第四节，我对因讲：既然有金权的，通拔起来，因就乎我，我将金权迄伫火中，这只牛啊就出来。第五节，摩西看见百姓放纵，因为阿伦放束在因，和因伫受敌中间受支持，就徛伫营的门讲：既然属耶和华的，拢通来我家。对安尼，利未的子孙拢到伊遐聚集。第七节，伊对因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，恁个人着插刀伫腰里，伫营中往来，对这个门到迄个门。个人抬伊的兄弟甲同伴以及厝边，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，
那一日百姓中受胎的约有三千人。第九节，摩西说，今日恁就家己清气，归耶和华作圣，个人攻击伊的子甲兄弟，予耶和华赐福予恁。三十节，到了第二日，摩西对百姓说，恁犯了大罪，我但要上去耶和华遐，迄只通为恁赎罪。摩西倒转到耶和华遐讲：哎呀，这个百姓犯了大罪，为家己做金的像，但恁若肯赦免因的罪，若毋求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。三十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什么人得罪我，我就对我的册擦去什么人的名。现在你去带这个百姓去我所跟你讲的所在，我的使者要行在你的头前，独独到我对讨的日，我要对讨因的罪。耶和华替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为因甲阿伦做牛仔。